看你是有几牛肉吧。啊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十颗哦，在那边十颗八百公克，我到你买一样哦。对，就你吹好几下变三十，你改那就吹一样哦，十粒拢哦，你两百了，卖空。这边包头家，我了是我来卖，一个十粒哦，八百公克，没三百，没一样哦，两百，来七百块来。一百块来，来两包给我。应该是要四包才对吧？两包。哎、欸，还有两个老包啊，阿斌、阿斌加迄落呢？加哎。有啦，来一百块，够啦，别吃吧。给我。哎，双跳呛肉包超好吃的，我卖你一包不是两百，一百块而已。脆脆真正好吃，它不是辣的哦。它的双椒酱不是辣椒哦，来七百块，过来要吃八包吧？七百八包几粒？偌济？恁知影无？二十五块。咱吃啥物物件？七百八包，我操！一粒二十五块。香肠，香肠，小香肠，来蛤蟆吼，好来。现在外面的肉包一包一颗25块，二十五块，笋丝肉包啊，香菇肉包啊。没两百，没百，我来一百块的，一百块来脆皮小香肠，等于略针对他，略请加锅，一百块两，一百块，谁要？炸锅条，炸锅条，一百，要不要？一百块而已，一百，一千。OK， 跟你讲一下。15条，如果你现在手上有股票的话，你这个月应该赚到翻掉。来一百，如果你手上有股票的话，这个月应该赚到翻掉。包炸锅条。包两个进来，来那个荧光棒给我。来荧光棒好，来要吃海贝，五个人去吃。这盘吼，卖卖恁五个人去啊，规矩四个客人这样开500、400、300，来200块完了。来，要是虾子的动作快哦，来一人一份，两份都没关系。来200块来，海贝蟹真正甜，真正好吃。我到虾买过，绝对搁等来买啦。来200块来，几个客人要吃。今天我看一下重点。有两个来，小姐要来，妹妹要来，小姐要哦，来200块，放心。我的虾子不止这一盘，我的虾子后面有一大桶那么多，你买不完了。来冷巴，这一盘四个客人而已，还有人要吃吗？台北有新东西吗？有啊，有新东西啊，四个客人。等一下你就会看到有新东西了。好，来帝王蟹棒来冷巴，刚才有肉包啊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好啊。右边这边有红豆，红豆汤啊。来五斤六斤来，七斤八斤，红豆汤啊，十斤哦哩，来200块来，加个五斤嘞，减一斤嘞是咧冲。进来有红豆汤，下落开出14斤，来200块来，来个减一斤个煲哦哩来，多一斤得啊，来200块来，15只给你，赶快。蟹味棒，这个不用煮了，解冻就可以了，对，就可以吃了。红豆汤，来200块来，红豆汤，五斤来，五斤四斤九斤。刚倒腾，来十二斤哦，你见帝王蟹棒还有人。